19:08，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。根据全国路况中心所提供的最新资讯，台北市目前进行管制的路段，在中下西路到博爱路往东是进行管制的，另外中下西路到中山南路往西同样也是管制当中。中山高南下新竹系统转弯处有拖吊车停放，请留意。台六四线部分永安大桥往永安南路下桥处车都回堵近1公里了，务必多些耐心。国道三号双向215到212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车多不好走，中山高北上215到211公里原理路段车多，指标174到173公里大雅交流道出口车多，目前是下不去的。以上是最新路况。